这次第三届的光影艺术节，我们特别以中西区啊，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古迹历史建筑的一个区的一个带。那么像我们今天所在的台中公园的湖心亭也是我们第一场的开幕的展出。那么透过光影艺术啊，来跟我们的古迹尤其是在跟水上的这样的一个舞台的舞者啊，来做一个辉映啊。那么这是今年我们在特别尤其是用一个新轮跟沉浸这样的两个主轴来提供出来。那么在后续里面的也有很多啊，是我们像台中州厅像我们的文学馆像我们的演武场这一些啊，都是我们未来可以用光影的艺术啊来做装置艺术。那么是一个非常可以用来呈现我们台中市古迹以光影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辉映，来让更多的民众市民来认识我们的台中。那在第三届的光影艺术节代表台中市林市长竭诚欢迎我们爱好艺术的朋友一起到台中来认识台中。